陈姐，南哥，你说你们这把我的病的臭鞋都给洗了，一个个干干净净、娇生惯养的，怎么配合下队长训练？我们这么做，就是逼着你配合好我们分队的工作。哼。南，真香啊！ 神经兮兮的，从身上面飞到这儿，来，亲一口。行啊，那你把眼睛闭上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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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高队部，赶紧归队参加政治课学习。